中国人的智慧是什么 ？Go down to the ground, pragmatic。嗯，你得做出来一点东西。我知道印度有那么强的这个劳动保护措施，对不对呢？当然对。但是你落到这个地面上，到底是好还是坏呢？对不对？你要那么高的劳动保护，超过100人的工厂，你就必须做这做那做那，这大家都不做了。对，中国呢就好得很。是我们是穷人，我们从穷开始，我们也先别管什么 labor standards， 先做出来，让老百姓都有个工作所做，这样他慢慢才能脱贫。这是中国人的智慧。